玩飞这个最好。終於都上得好。啱啱2:00咧，我出去買飯，一我到呢邊見到六米高，已經見到一個穿著紅色衫嘅一個肥仔寬裙嘅人嚟。搞嚟講咧，啱啱講咗啦，我買完飯之後翻返嚟，嗰個肥仔已經搞掂咗。原來喺機房嗰條線，即係甩咗定唔知咩啦，跟住搏到啦，終於都著翻綠燈啦 ，WiFi 都有咯喎。仲記得我琴日咧，夜晚11:00啊，開個電腦，但開電腦咧。連 WiFi、WiFi 又慢，所以點咧？我上嗰一陣網機唔上，熄電腦，依好簡單。連 WiFi 上咧，成部手機好熱咧。機房已經冧翻正啦，可以上網，甚至可以打機。但係連 WiFi 打機咧 ，WiFi 都好慢 ，WiFi 都係著得個兩，都係收得個兩格出嚟。
但你嗰個 WiFi 速度都好慢。有得開機啊，開始有得打機開心。就阿阿爹嚟講，琴日咧亦都係史上最靜嘅星期六。平時都係可以打機入城嘅，開始講，但係咧冇電腦上唔到網，手機啊只可以能數據。冇鬼事當，最近真係好靜啊！你喺度講到琴日。我終於有部 iPhone 14 Pro， 即係佢十六號開始發售啦，琴日就有咯。原本佢送貨時寫咩九月廿八、十月六，最有貨有換手機咧，咁我四點幾去 Johor 嗰間而家一間咪 Case Device 咧，一出到去條網站咧即刻見到啦。呢個機有六嚿水，亦都有機有度刻咗我個名英文名。case 嘅話，手機我咧 YouTube 都開始 show 呢個 case 嘅話嘅廣告咯。手機我嘅廣告最 case 嘅話 ，UAG 我記得有機我三嚿水，以前我喺深水埗買過 XR， 買過 iPhone 7 Plus， 但係 case 嘅話係六嚿水。要知道佢係環保啊，咁易爛嘅。我個十一部機我借用到三，係用到三年就幾爛。不過 S 三咧用咗兩年就冇爛到嘅，通用。台灣咩6.7級地震？
依家又點辦？聽日咧咩？邊個去旺角撞啊？消防系播到咧乜鬼？一对一即时淘汰啊！阿桑对，可能系桑对 Jasmine， 桑被 foul 咗，然之后Sabrina对Duncan输咗。Duncan 咧，Sabrina对 Sabrina 咧25-0，都系话消防二第一次25盏灯攞晒。消防一都有试过，嗰阵 Gigi 同埋 Aaron 喺度。即係最勉強，最尾贏嘅。後尾 Angel 對 Six， 但係播 Angel 先。Angel 唱張學友嗰首歌啦，《凤凰传说》啦。但係佢應該係 Six， 夜過評審都好中意 Six 我哋。依家出面都好熱，兩個廢話嚟嘅，依家都熱。
야그럼我同佢三點鐘瞓覺。